我们今天来挑毕业礼服。对，我们现在才第一套而已，已经犹豫了。我觉得我刚才挑的时候，其实挑很快，就是我一次就马上当咻咻咻看了一下，真的很快。就是我还在慢慢看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听到这边这一件可以吗？这样子挑了四件，其实都蛮好看的。就是浅色系那种蓝色的那种，超漂亮的。他刚刚问我说，就是有特别想要什么样的款式吗？我说也没有特别，就是绿色系这样子。然后他就也是拿了一件还蛮漂亮的，然后就是等等还要再试，很好看，配合他的头发。对，我原本想说好像绿色的感觉找不太到，但其实这边蛮多款式可以选的，很棒哎。耶、yeah, ，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一栋婚纱来选我们的毕业礼服。我这一次啊，想说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粉红色，所以我在第一批我就挑了很多粉红色。然后我觉得这一套超可爱的，它是就是很活泼的那种，就是跟以往就是礼服给人比较沉稳啊大姐姐感，我觉得这更多的那种邻家可爱女孩。对，虽然是毕业礼服是个感伤氛围，不过能穿着这么可爱的礼服真的觉得很开心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晴。我现在在面临每个女生可能、或许、应该、也许会遇到的问题，就是选择婚纱上面要选择哪一套。我觉得我的粉丝可能会喜欢这一套，或者是樱花那一套，因为这个颜色呢，其实这个颜色有点意义啦，就是我一开始的应援色就是蓝色、黄色、粉色，但是公司说不能这么贪心，所以我们只好就换了，我就选择了蓝色。对，就是粉色会觉得有意义。然后另外一套是我之前就有说过，我很喜欢鱼尾的婚纱。对，然后这一套呢是我觉得它在舞台上会亮晶晶，很漂亮啊，所以就在思考这一件事情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挑完我们的礼服了。赞。然后我挑的其实比你快很多， 对吧？你还试几套？三套，我三套而已。而且我在第一套的时候，大家已经就有点，就这件，就对，就这件的感觉。那我试第二三套的时候，大家已经没有前面那种哇的感觉，就是好平淡。其实有点受伤。哦，不会啊，就没有啦，没有啦。而且第一套是店家帮你找的，对，他还是特地帮我从别的地方调过来的，就是很会看面相哎、欸，就是知道他适合、欸。谢谢，你家果然是专业，真的非常知道每个人适合什么。而且你那套蛮特别的吗？比较不一样，真的很不一样，跟大家会差很多，差很多，完全不同的风格。没错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想要选红色或紫色，为什么想选紫色呢？就是 Pure Flower 加 Peekaboo 的颜色。红加蓝是这个紫色，我现在在看。我原本是想说米黄色，然后这边看感觉浅色的我都还不错，还蛮喜欢的，不过你比较不适合色。可以啦，算是有过关，就是至少是我可以啊，可以到这，可以啊，这个不行，所以就这样。想要找没有那么再帅一点，就是虽然是裙子，但还是帅帅的那种感觉。加油！你们五百加油！耶、yeah, ！我
们挑完了毕业礼服了，爸爸怎么样？我挑了一件红色的，蛮修身的，不是那种蓬蓬裙的、啊，修身的礼服，超漂亮哦，很适合它里面是裤子，然后它原本是红色裤子，然后换成白色，看可能比较显眼一点，超级适合。然后我挑的是一个紫色的一个晚礼，算晚礼服吗？算，有点像，真的很漂亮，就是很闪闪发光，然后闪到我现在手，然后跟身体全部都有那个亮粉，超级漂亮。看那个照片，我说你很像海浪。对，我想说你这个，那你很会形容，超级会形容哦。我说 OK 好，反正就超漂亮，大家看到应该会很惊艳。好，那我选的是一件蓝色的，然后也是闪亮挂的，对，上面很多钻。然后我穿出来的时候，一直说我像仙杜瑞拉。仙杜瑞拉，很喜欢。对，但我觉得这个伊顿这束婚纱呢，它就是真的很多款式、很多类型可以选，像法法也可以选到很适合他，然后他自己很喜欢，对，想要什么拖尾的也有，然后很帅气的、很可爱，什么类型、什么颜色都可以任君挑选，非常感谢，期待大家公演的时候看到我们美美的样子，耶、yeah! ！毕业快乐，毕业快乐。好，今天来选我的毕业礼服。那我首先第一个选的是它，因为呢，我想要选比较是粉色系的礼服，然后我也想要一种有樱花的感觉，所以就选了它。然后它也有一个很可爱的袖子，就可以遮一点点的肩膀。因为我的应援色是粉跟黄，但它只有一个粉，然后上面是白色。如果它上面是黄色的话，我应该会选它。但是还是蛮好看的。我想选那种蓬蓬的，很像仙子的那种衣服，因为我以后结婚的时候就会穿婚纱，所以我想不想选太普通的婚纱。来，我们来换衣。哎，你看哦，你没有看到还是那件。然后直接开始哭，这件也还不错哎，这个好犹豫哦，我的头脑快炸掉。这个镂空的设计，它也有这种公主肩带，看起来就很适合我，因为我本来就比较有气质。谢啦，我低头。你也可以先选个两三件，然后觉得不满意再选。嗯，我想选浅绿色或浅蓝色，就是贯彻我的应援色这样。然后我觉得这两个颜色也都蛮衬我的肤色的，希望可以找到适合的。我想找那种就是有还是有点偶像感的，因为觉得以后就长大了就不能穿那么可爱的，希望可以找到蓬蓬袖之类的，然后很像公主的款式。我本来想选粉红色，但是我现在头发变有点绿，我觉得可能会比较不适合，所以我在想白色。但是白色刚刚可能看起来比较普通。哎，好好看。对啊，但我没有很喜欢这个白色。哦，但它的裙装很好看，对，很通。对。我要选玫瑰。我要选玫瑰了，你决定了。好，还是我穿就这样。那我要决定哦。你也要决定吗？我快、啊。你要这个、哦。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礼服，还是我第一次穿这么浮夸的衣服。我想说可以选白纱之类的，就是比较干净的感觉。昨天我们。在彩排的时候，李太姐说你不能穿太蓬，这样会压身高。
禁止我选太疯的，但最后不是要表演樱花瓣嘛，然后就要从某某跟李灿杰中间走过去，然后如果太疯的话会走不过去，所以不能选太疯。我爱的怎么办？怎么选啊？大家都怎么选的？而且他们已经选完了是吗？我超级不知道如何开始。这件我觉得也蛮可爱的。我觉得可以试穿看看。然后又是你喜欢的前短后长。嗯。这件颜色很七彩，很像独角兽的感觉。感觉远远看，从台上远远看也很好看。很可爱。大家说很可爱。但它其实是偏蓝色嘛，我比较想要。粉色或紫色或白色，就我的应援色这样，但是你要去想，因为考虑看看。我已经开始烦恼我的结婚礼，因为我跟秋凯一样身高，基本上我们都会淹没在裙摆里面。在婚纱，我们只能定做秋凯，我们要加油努力赚钱。